我们目前正在学，吉祥人生，或者吉祥经第21条法则，不疏于佛法，不疏忽于佛法。世尊有讲过巴利语这句话：“Pamato Majjuno Patthang。”意思是疏忽乃通往死亡之路。吼 吼，龙屁一开节目啊，就谈到死亡了，不吉利。龙屁的母亲呢，从小记得妈妈就说：“哎，不要谈到死嘛，不吉利啊，不吉祥啊。”不过，佛陀经常提醒佛教徒跟世宗们呢，要经常念死，好像我们念佛啊，念死也是一种提醒自己，不要疏忽于生命，很好啊，念死，念死了心会放下环境，回归体内第七中心处，每天念死。各位，今天念死了吗？哦，要念死。疏忽乃通往死亡之路。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疏忽啊，就会放逸行善。不行善，虽然活着。虽然还活着，就如同已经死了。因为我们来人间的目的，为了行善积德，为了修波罗蜜，为了修行正得法身，所以如果在人间没有行善积德，没有修波罗蜜，没有修行，就如同死人呐，已经死去了的人。疏忽乃通往死亡之路啊！所以每天各位要问自己：哦，我现在呀、啊，我是通往哪一条路啊？我是通往涅槃之路，还是通往哪里的路？假如各位天天行善积德、修波罗蜜、布施、持戒、静坐，跟努力修行的话，就不是死亡之路。另一句话，佛说“阿巴玛陀阿玛达巴汤”，意思是不疏忽将通往永恒之道。意思也跟上句话相反的，恰恰相反，所以。不疏忽生命，天天布施、持戒、静坐，天天修波罗蜜，天天打坐，努力修行，以正确的方法来修行，表示各位正在通往永恒之道，就是涅槃。所以在与济安居期间呢，各位要努力哦，使用下句话，阿巴玛陀阿玛达巴汤。不疏忽，通往永恒之道，好吗？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不疏忽于佛法的益处啊。简简单单的介绍啊，有最少有六点，有六点。第一点是可以减轻痛苦啊，各位大德，当你不疏忽了，可以减轻你生活上的痛苦，就像。这段疫情啊，很多人都在辛苦嘛。如同这位居士，他卖西瓜，不过他就西瓜不好卖。这段时间，他就用 Facebook Live 啊，我自己种植的西瓜，谁要买来啊？联络我，这么多的西瓜，便宜便宜，结果啊。在一天内啊，就卖光了。西瓜，他不认输的。
就是可以减轻不舒服，可以减轻我们的痛苦。就是大酒店它在疫情期间呢没有客人，在科拉离吉林市大概一个小时，他就改用另外一种方式美食外送，所以让科拉府的人呢就可以品尝到大酒店的美食，比较便宜的就是也不疏忽于生命的时间或者不疏忽于时间，就用尽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生意跟保护自己的工人，好老板。另外一家刚才是大酒店，就是比较小间的酒店哦，更不可思议。各位来看那老板做什么，在疫情时间，老板呢就是在加加纳布里府，在疫情时间呢老板是来开物资车啊，然后后面坐着是柜台小姐酒店的工人呢就自己种菜，自己炒菜等等，然后就开物资车，每天开去卖为了维护生意，为了保护酒店里的工人等等，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团结合力为了生存就是不放逸不疏忽所以可以减轻自己的痛苦。各位不疏忽不认输等等。第二，当你不疏忽于佛法，不疏忽各种各件事后呢，会能快乐的行善积德。法身寺可能很多人好奇，那法身寺呢，从开始疫情开始到现在，有帮助了多少？法身寺呢，从去年呢至今，法身寺捐赠总价超过4100多万泰铢的防疫物资防疫物资就包括医疗设备还有食物包，还有床，病床还有各种棉被等等，就是各个医院、各家公司或者需要的地方，跟法身寺通知法身寺来求我们帮助，法身寺也会帮忙我们来看一下短短。
是你生命的光芒，我愿是你生命的光芒，我愿是你生命的光芒，我愿是你生命啊。法身寺的法师跟工作人员每天出门呢、啊、去捐赠随喜功德，洒脱，啊，也是大家的福德哦。因为我们护持法身寺，法身寺也把各位护持来的钱呢、啊，在各种情况有救灾啦等等，就拿去捐赠，啊，洒脱哦，法喜法喜，这是快乐的行善积德，啊。这段时间呢、啊，假如我们以十正见来看呢，是属于十正见的第二项，就是助人属于养雅。第一是布施达那，达那是福田。那不过目前疫情呢，社会需要呢，我们就助人养雅，功德也不可思议啊！各位大德，对方需要时，我们。伸出援手，很需要。当我们有做及时帮助人家的话，就等于我们后面的另外八项证件也齐全，好吗？跟着齐全，因为我们不断的听法。不断的行善积德，调整我们的正见。快乐的行善之外，第三也获得无量功德，因为以清净透亮的心来行善积德，我们就会获得无量功德，因为功德从涅槃出来，懂得。体内第七中心处的人，懂得把心安放在这儿的人，修一点点功德，也会得到大功德。修大功德就会得到无量功德。所以不管各位修什么善行啊，做什么善行善事，都要把心。安放在体内第七中心处，让功德啊增加。普通的功德就变成不可思议无量功德啊。第四，过着快乐的人生。当然，当各位的功德多，功德多问题少。功德少问题多，所以当功德多问题就少，生活就快乐。各位大德，有一点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值得思考，就是祸中有福，或者危机中有转机啊。这是保留给有福报的人，有福报有福德的人，危机中才有转机。假如福报少的人呢，危机或者没有福报的人呢，危机永远是危机，找不到转机啊，各位大德。所以爱自己，爱家人。我们就要累积功德，带家人行善积德，面临危机就会有转机。各位大德，好吗？过着快乐的人生。第五，当你福报多，行善积德，当然临终时要往生，这些行善积德的画面呢、啊？一幕一幕的涌现上来，给自己看见，法喜充满，往生善道，不堕落，不堕入恶道，多么好，对吗？第六，当功德波罗蜜圆满，各位就能
容易证得涅槃，容易证得法身。尤其是今年的雨季安居，我们有约要在今年的雨季安居，入证法身，好吗？